伊会甲我讲，即嘛着张宏杰的动态，等到到即马，都拢无啥无事。你伫甲我提电话是要创啥？你找人偷拍我的八卦，你以为不清楚吗？你写的公事啊？不承认也行啊。那我去你娘家，把大家关系都说清楚。是啊，这一定是误会啦，绝对不可能做这款代志啊！千万不能为后头出来威胁我。有听到无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炮仔声。伊也无甲我讲，讲伊正嘛着张宏杰的动态，所以今仔日较晚倒来。等到到即马，就拢无消息了。唉，只有俊男哦，搁来啊！大概有啥物消息哦，拢有事先跟咱讨论。啊，拢来匆匆忙忙家己行动，啊，万一拄着危险是变怎？啊，拍死！你伫甲我对调调是要创啥？啥物对你啊？我现在在头前位先生啊，我是直播主，今日来就是要访问。你要去访问伊去啊，紧去啊！你不是跟我歹去？你喊你爱跟伫我后边，我就让你生气啊！去啊！是啊！哦，我水鬼。嘿，安尼啊，谁家电话来啊？俊男有消息啊，咱即摆紧过去啦！这一定是误会啦，无可能，俊男不可能做这款代志啊！